今天呢，要来开箱我的 Farfetch 包裹，有四样东西，我超级期待的。其实我之后会用我买的这些东西去做一个 lookbook，就是让大家看我怎么搭配这些单品。但是因为现在呢，它优惠还在持续，然后我今天刚到家，刚到台湾，然后我就迫不及待想要跟大家分享，趁现在有优惠，大家可以赶快去。因为它现在是特价品，还有在折上八折，对，哦，有 Farfetch 的，好漂亮哦。我第一个呢，真的就是挖到宝，这个我超兴奋，因为你知道我人生中会一直疯狂回购的球鞋就是 Air Force。Nike 的 Air Force 跟 Stan Smith、Adidas 的 Stan Smith，我都会把链接放在下面，因为现在折上就是特价在八折，真的超便宜的。然后你看，我这次是因为它特价是只有这个颜色，然后它这颜色你们知道吗？这一双在台湾或是其他地方买都要3000-4000块台币，但是我在 Farfetch 上面我折都在折八折，大概35块美金吧。真的超级划算，而且它是皮的，你们看这个。我 Stan Smith 现在就是我一双无限回购的鞋，真的不夸张，这个拿来送礼什么的都很好看。好，不行，我真的太兴奋。第二个包裹呢，它比较贵一点，它是一个瑞典的品牌，叫做 Roslyn Bag。反正我不会念，反正我一样把链接留在下面。这个牌子很红，就是很多名媛啊，跟就是很多人，就很多明星都有戴它。那这个帽子其实它不便宜，但是也没有，它也没有在折扣。但是 Farfetch 的那个很齐全，就是尺寸很齐全。对，然后我买的是这个，他们最经典一般的款式，就是它有一个针织，它是那种贝雷帽。像这样，最小号的，反正就是这样，它很好搭衣服。我不知道我是买小了，反正我就是买最小号的 size。对，然后它就是很随性、很休闲或是很正式的时候都可以搭的一个帽子。哦，它真的超好看，虽然它超贵的，但是一顶好的帽子可以用超久。我才刚回家，我真的迫不及待想要拆这些包裹。哦，这个我超期待的。这个是一个美国的牌子，叫 Rebecca Minkoff，它原价要3400-400块美金，就我打折的时候买到它只要138块美金，再八折。购物狂附身哎，真的是。这个就是纯牛皮的，然后质感非常非常好，系带就是你可以直接绑在腰上面的，然后你也可以拿来背，反正就很方便。最后一个包裹，这个其实这个东西是我其实看过，很多人已经买过，它是一个真的就是已经红很久的一双鞋，但是我一直都没有买它，因为我不知道适不适合我。就是一个 Fila 的鞋，这个也是我打折，它已经有在折扣了，然后我又在额外在八折抢到，所以对，就是先开箱给大家看我买了什么这样。
接受它。对，可以接受它。不会不会，我觉得我是喜欢的，不喜欢。好，谢谢。这不是喜欢我转头。哦，好，应该要找。希望大家觉得这个发型适合我，然后今天的 vlog 弄头发的 vlog 就到这啦。希望大家过年有个好看的发型。好了，我要尴尬到死了，拜拜。的早上大概10:30吧，然后呢，我跟我朋友要约在，这个朋友你们很熟悉，你们看过很多遍，反正我跟他就是个大吃货，我们就回来台北之后，我们就要去一个咖啡厅去吃他的肉桂卷，号称是全台北是就是最好吃的肉桂卷，然后我们要在他们开幕前就先去排队，真的是疯狂热爱。肉桂卷，对，所以我现在在台北的信义安和站，对，现在10:30哦，我们去咖啡厅吃肉桂卷，因为它每天好像就只有限量几颗，然后超级期待的。台北还蛮酷的，就是很多那种店啊，就是都藏在那种巷子里面，巷子都看起来很一般，但是你一进去会发现，哎，很多不同风格的店，就是很多那种很有名、很好吃的店，全部都是在小巷子里面。我们到了，我觉得应该可以进去的。真的吗？好期待哦！嗨 ，Hello。对。我们刚刚点了一个。鲑鱼三明治跟肉桂卷，还有苹果塔，就是每日限量的。然后现在一直闻到那个肉桂味，真的是超级期待的。这是他们的招牌西西里柠檬咖啡。我觉得它有加糖哎，可是热柠檬咖啡真的很好喝哎，对柠檬，超好喝的，超好喝的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你好浮夸哦。这我第一次吃肉桂，然后我�觉得我可以吃10个都没有问题。不会过甜，它好扯哦。然后又有核桃，它的核桃香味很重，它上面有一点微 crispy。看这个好扯，这真扯爆了。完了，我觉得我为什么第一次又吃这么屌的？那你就我可能下次要去什么肉桂卷的发源地。然后这是第三间，真的是最屌。因为它，可是你有吃出来蜂糖，蜂糖的味道。很怕它会。这要怎么直接咬啊？涂花生酱，超好吃的。
超好吃的吗？它里面有红萝卜，因为它有一点美乃滋，但是不会很，因为它里面还有一点葱跟洋葱，它整个就是很 fresh， 它上面冰冰凉凉的，很湿润，吃起来非常爽口。我觉得它强的就是，它每个食物的味道都不会很爽，它把它融合得很赞哎。这个苹果香真的很可怕哎，很香哎。完了，我把 O M G， 它这个解体哎。对，啊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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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肉桂味好香，苹果味也好甜哦。饼皮烤得很脆，它这苹果煮得很好，超好。而且你看焦糖的话，焦糖很好，因为我之前有一次在厦门吃焦糖苹果，想吃到它那个这种底吗？有有有。今天开箱这间咖啡店，我觉得100%一定会回访，真的太好吃了。那个肉桂香跟鲔鱼三明治真的超赞。好，今天的那个肉桂卷探店就到这，拜拜 ，See you next time， 拜拜。